只要是人就会有烦恼，所以佛法教导我们如何调心修法。只要是人就会有烦恼，在佛法里，这烦恼的根源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的贪嗔痴三毒。贪嗔痴三毒会被列为根本的烦恼，是因为它们会引发生长出其他的种种烦恼。平常如果对自己的情绪，就像师父这样讲出来就好了。妄想来了怎么样，就一直把它想想想。好，比如说昨天呢，师父带了一些铜板到银行去换，因为市里面需要用到钱，师父还有一些铜板没有换。结果呢，那对方银行打电话给师父了，他说，是不是有多算1000块给我？我跟他讲没有，你们可以调录影带。然后事后，我就做梦了，梦到说我拿钱去还给他。然后这些就是我们已经被外在所转了，那烦恼也是外在。烦恼是自己由内心生出来，然后在外在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六根这五根去执行。简易的调心修法能在短期间内养成宽宏大量以及树人的美德，方法就是静坐冥想。一切众生与我有缘，随喜他们的功德，原谅他们的罪恶，只要时常静念默想，心胸自然就会广大，待人就会更仁慈仁爱，态度也会更柔和。十方新闻归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。